好，刚才在第一段，作者讲述了瓦萨号的沉没是大海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从第二段开始呢，作者讲述了这个瓦萨号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第二段第一句话，看屏幕，他说 ：“King Gustavus Adolphus, the Northern Hurricane, then at the height of his military success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had dictated her measurements.”And armament. 这个国王古斯塔夫森阿多福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背景信息，咱们一会儿会说啊。然后 The Northern Hurricane 是这个人做前面国王古斯塔夫斯的同位语了，也是他的绰号，被称为叫北方的飓风。这个人啊，然后呢，这个后面黄颜色的可以看作是一个后置定语了，修饰这个国王怎么样呢 ？Then 是副词，那时。那时正处在他30年战争中军事成功的鼎盛期间的古斯塔夫斯，啊，这是修饰前面的古斯塔夫斯这个国王啊，也可以看作一个插入语啊。这个 at the height 表示在最为成功、最为卓著、顶峰状态。这个作为习语，咱们一会儿讲述。啊，30年战争是欧洲著名的一个战役，咱们一会儿在背景中也会说。啊，然后呢，这个主语完了，谓语在这儿呢。古斯塔夫斯国王怎么样呢？那么亲自他指定了这个船它的尺寸，就长宽高，还有这个船的武装，究竟要装备什么样的炮。Dictate 表示指令，有权威性的人来指定，这个一会儿咱们会说啊。这把语法成分先说清，首先咱们先看看背景，这个古斯塔夫森国王究竟是谁。 Gustavus Adolphus 叫古斯塔夫斯阿多福斯这么一个人啊，出生于1594年，死于1632年。这个人啊 ，King of Sweden, whose victories in battle made Sweden a European power. 他是瑞典的国王，他在战斗中的胜利使得瑞典成为一个欧洲的强国。这个 power 可以表示 powerful country， 强大的国家。然后呢 ，his domestic reforms made Sweden a modern state。他的国内的这个改革使得瑞典成为一个当代的国家，充满了现代气息。 Domestic 就国内的或家庭内部的，这是国内改革。然后呢 In 1630 he intervened on the Protestant side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was killed in the Battle of Lutzen。 他呢在1630年他干预了这个30年的战争，他从中来干预，他是站在了这个新教徒这一方，当时是新教徒跟天主教徒在打仗，他站在新教徒这一方，他参与了这个30年战争，并且在吕琴战役中当时被打死了。这是古斯塔夫森阿多福斯这个人啊，这是有个大致的这么一个背景介绍。那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里边这个古斯塔夫森这位国王有个形象的直观的认识，看看这位国王的画像。这著名的 Gustavus Adolphus古斯塔夫斯阿多福斯，就这个国王啊，也是在这个战功卓著的人，最后在战争中被打死了啊。那么他绰号被称为叫北方的飓风，也说明横扫一切嘛，军事力量很强大啊。然后当时正在他30年战争中军事胜利的巅峰，这个 at the height of 这是在三册里边咱们就曾经讲过的一个重点搭配，叫做处于巅峰状态，尤其用于 be at the height of one success。在某人最为成功的时候 ，be at the height of one's fame， 在某人最著名的时候 ，be at the height of one's powers， 在某人权力的巅峰，就是说呢，他什么意思呢 ？To be more successful, famous, etc. than at any other time， 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成功、更著名等等等等，就巅峰状态。当时处在军事胜利的巅峰。再比如说 ，The Beatles were at the height of their fame。甲壳虫乐队 Beatles 当时处在他们最有名的这个时候， be at the height of one's fame 就名声巅峰状态，当时呢处在30年战争的他的军事成功的巅峰状态。当时我们说了30年战争他站在了新教徒这一方，那30年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看一个大致背景，就当阅读了。咱们看一看啊， Thirty Years' War 30年战争， A series of warsIn Central Europe, beginning in 1618, that stemmed from conflict between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other powers.
这是发生在欧洲中部的一系列的战役，一系列的战争。它开始于1618年。它们 stem from 是起源于了三册二十九课讲过，它动词原形是 stem， 本来做名词表示植物的茎，做动词叫发源起源。这茎从这长出来呢，起源于这个冲突，什么冲突呢？新教徒和这个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 Protestant 就新教徒，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然后 Catholic 表示天主教徒了，并且呢还有政治上的博弈，政治上的这个纷争是什么呢？就罗马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强国之间的这个政治的冲突啊。这个 Holy Roman Empire 叫神圣罗马帝国，咱们中学历史课讲过，还有其他的强国 Power 我们讲过吗？叫强国吗？怎么样呢？ It ended with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啊，这个 in 1648。 那么这个战争结束于叫威瑟菲利亚合约，那 peace 表示合约的意思嘛。1648年这合约标志战争结束，由1618年开始，1648年结束，整整30年，因此被称为叫 30 years war， 30年战争。当时他正处在30年战争的军事成功的巅峰状态，就当时他站在新教徒这一方，并且呢他当时这位国王怎么样，亲自指定了这个轮船瓦萨号的尺寸和他的武装。这个 dictate 是多义词，在这里表示 to give orders or state something exactly with total authority， 那么给命令或者精确的说出了某个事情，而且用完全的权威的这种口吻，就是指令，我说了就得这么做，指定了，这是这指定意思。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ictate， dictate， 当然这个词也可以表示口授，我说你写，在这是指定，这都行，这多义词啊。指定什么呢？ her 就是瓦萨号的嘛，这不指船主和用 she 吗？这个属格是 her 啊。Measurement 表示尺寸。当然我们再看一个看一个例子啊，看一个指令这个例句啊。The UN will dictate the terms of troop withdrawal from the region. The UN 就是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了，联合国将指定这个撤军，从这个地方撤军的这个截止期限。这个 terms 在这不是术语了，是截止日期，有这个意思。那 withdraw 是撤退， withdrawal 是名词了，就撤军的这个地方撤军的具体的截止期限，联合国来指定。那这是有权威性的指令某个事情。那指定了这个瓦萨号它的尺寸 ，measurement 在这不是衡量丈量，它是表示尺寸，表示这个意思时经常用 plural form， 就是用复数形式，它是可数的，应该用复数形式表示 the length。height, etc. or something， 某个东西的什么长度啊、高度啊或者宽度啊等等等等，就是它的尺寸。因为长宽高呢，又是很多嘛，这个数字嘛，所以 measurement 一般用复数比较常见一些。比如说 ，take measurements of the room before you buy any new furniture， 在买任何新家具之前呢，要测量一下这个房间的尺寸，省得买了太大或太小。测量尺寸就 take measurements， 就量量房间的长宽高。本文中的也是。指定了这个轮船的尺寸大概有多长有多宽多高等等的尺寸啊。还有 armament 就武装， armament 是多义词，在这儿不可数名词就 uncountable， 这大写字母就表示不可数名词。 process of equipping equipping military forces for war， 就是为了战争而配备军事力量的这个过程，就是武装啊，就是这个船有究竟是要多少门炮啊，多大的火力，是这么一个。这位国王古斯塔夫森，被称为叫北方的飓风。当时在三十年战争最成功的巅峰状态的时候，他亲自指定了瓦萨号的这个尺寸和武装。下面看第二句话，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武装，怎么一个伟大的船只呢？咱们看第二句话，他说 ：“Triple gun decks mounted 64 bronze cannon， 三层的火炮甲板上，那么安装着这64门青铜大炮。”无力火从火力很强劲啊 ，triple 表示三重的或三倍的 ，gun deck 就是在军舰上的这个火炮甲板啊，就是专门装炮的这个甲板。那、这个 mount 叫安装上固定住以备使用，这个意思。那、安装64门 bronze 青铜，这 cannon 表示古代放实心炮弹的这种大炮，叫 cannon 叫加农炮嘛，这种炮。那、这里边有一个词儿，咱们注意一下，就是这个 mount。Mount 是多义词，意思特别多，它本意可以表示什么登上什么什么东西，或数量慢慢在增加，有这个意思。但是在本文中，这 mount 是安装固定住某个东西，
安装住某个东西。什么叫 mount 呢？ To fix something into position on something， 就把某一个东西固定在另一个东西上的某个位置，固定住它。 So that 以便于怎么样呢？一个使用它、观看它或者研究它，就把某物固定住了，然后呢以备使用、展示或者研究，这个意思叫 mount。 主动被动都行啊。你看它搭配是 mount something， 如果装在什么东西上可以加 on， onto， 装在里面可以加 in， 等等都可以，主动被动都可以。本文中是主动，咱们看一个被动的例子。 The specimens were mounted on slides， 这些标本被固定在了载玻片上。载片就是我们那个要做实验的时候一个小玻璃片，标本放在上面，放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而标本被固定在了放在了载片之上。 Be mounted on。 再比如说 The diamond is mounted in gold， 这边装在什么什么里边了，钻石被固定在了黄金之中，黄金里镶着一颗钻，固定在里边加 in。 再比如说 A wall mounted electric fan， electric fan 就电扇了。什么意思？什么叫 wall mounted？ 被固定在墙上的这个电风扇，可能来回摆头的安装在墙上的这个风扇，所以固定住了这个东西。所以呢本文中就是三层的火炮甲板上固定着64门青铜的这个大炮。这个 bronze 是青铜，但是这个铜有好多词， bronze 叫青铜， brass 更高级更纯叫黄铜，但无论是什么铜都可以叫 copper 啊。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先读青铜 bronze， 黄铜 brass， 但英国人都用 brass，美国人都用 brass， 还有铜 copper， 无论是青铜黄铜都行，这铜都叫 copper。这个 cannon 叫做这个大炮，在这里语境之下是指的古代的这种炮。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annon， 它的复数呢有两个形式，第一个依然是 cannon， 第二个后面加 s cannons 都行。在本文中呢是第一个用法，它64门大炮后面没有加 s， 单复同形可以，或者复数呢后面加 s 也行。我们后文中就看到后面加 s 情况了，这两个复数都正确。这英语中规律性不强，所以这个特别是名词单复数啊，有的时候就见一个记一个。这个复数两个形式都对都正确啊。什么意思呢？ A large heavy powerful gun， 这一个巨大的很沉重的威力强劲的炮，这 gun 不一定是枪，这就是炮。That was used in the past， 在过去被使用的炮。 To fire heavy metal balls， 那么能够发射出比较沉重的金属球，就发射金属炮弹的，它并不像当代高科技能爆炸，就大金属球，这个发射这种的，这是加农炮，是 the cannon， 就是大炮。好，那么看第三句话，它盖这么大一个，那么造这么大一个船干嘛用的呢？看题目啊 ，She was intended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growing might of Sweden。She 还是指这个瓦萨号帆船了，对吧 ？Be intended。就是被设计出来或者被制造出来是为了做什么用的啊？这是固定搭配 be intended， 后面既可以加介词 for， 也可以加动词不定式 to do， 就被设计被计划出来目的是什么、这个船被设计出来呢，目的是要在瑞典这个王国不断增长的这个国力之中要扮演一个领军性的这么一个角色、play a 什么什么 role in， 在某方面扮演某个角色或者发挥某个作用，这是咱们再熟悉不过一个搭配了。Leading 叫做首屈一指的最棒的，要扮演一个领军性的这么一个角色，发挥这么一个作用，就是最强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军舰啊。这里边有些搭配咱们可以看一看，重点就看一看 intended 这个词。我们知道 intend 直接可以加 to do， 那是打算要去做某事。那什么叫 intended 呢？注意 intended 是个形容词，它表示 planned or designed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or person， 就是专门为了某种目标或者为了某种人来计划出来或设计出的，就为了什么什么而计划或设计的，为了某个目标或者为了某个人或某种人叫 intended。 搭配呢有两个，咱们可以把它记住，咱们就会用了。第一个叫 be intended for， 后面加宾语；第二个叫 be intended， 后面加动词不定式 to do， 都是表示为了什么，可以加 for 目的状语，动词不定式也是目的状语嘛，都行。那比如说The book is intended for children， 那么这本书是为孩子们所设计的，就是一本儿童书刊，是为了给孩子们来看的，不是给成年人看的啊。被设计出来被计划出来是为了什么什么，这个后面加 for 啊，加动词不定式 to do 也对，本文中是用 be intended to do。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age limit is intended to guarantee that not only past work is rewarded，
The Fields Medal is also intended to encourage the winners to make further contributions. 年龄限制，为什么设置年龄限制呢？年龄限制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保证它是被设计出来、被规划，是为了什么？为了保证呢？为保证什么？加宾语从句，那不但是以往的工作能够受到这个表彰 ，reward 就是表示被授予这奖品奖励，对这个能得到表彰。那菲尔兹奖呢，同时被设计出来也是为了鼓励，那么这些赢得奖项的人获奖者能够做出未来的贡献。所以呢，年龄限制，这个获奖人年纪不能太大，为什么呢？他鼓励中青年人，不但过去的这个成功受到奖励，那未来做出成就也有奖励，所以设置年龄限制。你看，这是被设计计划出来，目的是什么 ？Be intended to do， 啊，就是这么一个效果。本文中呢，就是这个巨轮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在这个瑞典 might 不是威力国力吗？强这强壮这个状态吗？是在不断增长的瑞典国力中要扮演一个首屈一指的这么一个角色，发挥这么一个作用。第二段是描述了这个船究竟它是为什么要建造。下面第三段咱们继续来看。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As she was prepared for her maiden voyage on August 10th, 1628, Stockholm was in a ferment. 第三段开始就描述了这个船呢，这个首航时为什么是沉默，为什么会沉默？先描述首航时壮观的景象。一开始大家很兴奋呢，我国建造出这么伟大一个船，大家很兴奋。这个前面这个黄颜色的在逗号之前明显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as and when 当呢，这个船正在为它在1628年这个8月10号这天首航做准备工作这个过程之中呢，斯德哥尔摩处在一片沸腾激动兴奋的状态，大家很高兴啊，我们祖国嘛的军事力量强大，很高兴。那这个 on August 10th 1628 年8月10号这天是在时间状语从句内部的一个时间状语，就在哪一天正在准备首航啊，在那天准备首航。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叫 in a ferment， 这个 ferment 本来叫发酵剂啊，发酵剂这个词未来在39课作家之所需，咱们还会讲到，在39个单词中会讲到。发酵剂能使某个东西发起来了，这个包括用成什么些细菌的发酵菌把它发起来了，所以派生你在激动或骚动这个状态。这个 ferment。它是不可数名词，即便可数的话也只用于 single form， 就用单数。本文中是用于单数，这可以，但也可以装不可数名词来用，我不可数或可数的单数都对。它表示 a situation， 一个情景怎么样呢？ of great excitement or trouble in a country， 在一个国家里面处于极大的兴奋或极大的麻烦这么状态之中。 especially caused by political change， 尤其是由于政治上的改变而造成的什么激动不宁、动荡不安这么一个状态，叫 ferment， 好像是发酵剂，让这面发起来一样。所以呢，激动不宁，动荡不安。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ferment， 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当时斯德哥尔摩全程都激动动荡，这个状态，本文中当时是指的是这个兴奋激动了。它确实一般多跟介词 in 搭配，比如说 ，the whole country has been in a state of political ferment for some months， 整个国家呢。几个月来一直都处在政治上的动荡之中，处在一片政治动荡或政治的一种骚动不宁的这个状态。 state 表示状态吗？ ferment 表示这个激动动荡这个状态。那么整个斯德哥尔摩呢都几乎沸腾起来了。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句话描述怎么一个这个欢呼鼓舞这个状态呢？第二句话描述，他说 from the Skepsbron and the surrounding islandsThe people watched this thing of beauty began to spread her sails and catch the wind. 前面到 island 结束这个划线部分，那当然是一个地点状语。从 Skepsbron 这是个地点了，这个地名字。那从这个地方和周围的岛屿，这个地方，这个人们怎么样呢？人们就是从这个周围岛屿能看到了，人们观看这个美丽的这个艺术品 ，the thing of beauty 就像 beautiful thing 了，美丽的东西开始怎么样呢？开始鼓帆扬帆，并且这个兜住了风，这帆张呼啦啦啦啦，这旌旗招展这个样子。这个 spread 经常跟 sail 搭配，就这个张帆或扬帆 ，catch wind 就兜住风了，这帆呼啦啦打开就鼓满了风这个状态。
里边有些这个表达咱们看一看。首先这个 thing of beauty 就相当于 beautiful thing， 美丽的东西。 Then thing of beauty 比 beautiful thing 又来的更正式一些。 of beauty 嘛， of beauty 就跟我们说这个it is of importance 就比 it is important 要正式。 of 加名词嘛，可以放在名词后限定它，比较正式一些。那就像那 beautiful thing。 那么watch this thing of beauty begin to， 这个 begin 是跟前面那个 watch 搭配。Watch somebody do something， 观看某人做某事。 Watch somebody do 后面加动词原形，前面是不带 to 的动词不定式，所以这个 begin 前面是没有加 to， 那它是跟前面 watch 来搭配，看某人某物在做某事。这个 begin 在这儿动词原形，它是不带 to 的不定式，跟 watch 固定搭配。 Begin to spread her sails， 开始扬帆。这个 sails 船上的帆嘛，这边这个 galleon 是个大帆船嘛，对。然后经常跟 spread 搭配表示扬帆或张帆，跟 spread 就是这个帆打开了嘛，对吧？这个张帆扬帆，比如说 ，a ship with all its sails spread is a gallant sight。那么所有的帆都张开、都扬帆的这么一艘船，是一个壮观的一个景象。With all its sails spread， 这个黄颜色的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前面这个 with 是独立主格最前面那个介词 with， 然后逻辑主语是 all its sails， 所有它的帆，然后过去分词是 spread， 是被打开了嘛？你不是 spread its sails 吗？这帆是被打开、被张开了。注意这个 spread 是不会做动词，一般过去时、过去分词都是 spread， 这是过去分词。所以逻辑主语加上过去分词非谓动词，加上了逻辑主语非谓动词，再加 with 独立主格结构，那就是整个的全部的帆都张开的这么一艘船是一个壮观的情景。这 gallant 就类似于我们说的 majestic， 壮观的一个 sight 就是 spectacle 情景了。再不是做一个比喻。My heart has spread its sails to the idle winds for the shadowy island of anywhere. 我心已经张开了它的风帆，像什么呢？像那些闲适的风。什么呢？一个这个树荫遮蔽的小岛，任何地方那个树荫遮蔽的小岛上，像闲适的风已经张开了帆。什么意思呢？就说明这个人呢非常疲劳，现在疲惫状态，非常想度去一个有阴蔽的地方来度假。现在我想去玩一玩的玩心很重，就我的心像任何地方的树荫遮蔽的小岛的悠闲的风已经鼓开了它的帆，张开它的帆，准备去一个小岛去度假，这个意思。扬帆张帆就 spread one sails， 这个 spread 在这依然是过去分词，那完成时嘛，注意一般过去时过去分词都是 spread。 那么这个帆 sail 跟 spread 搭配叫扬帆张帆，它有很多固定的一些动词，比如说咱们多看几个。你像 hoist the sails， 升起了帆，这个船要开帆，升帆跟升旗一样把帆拉起来，或者降下了帆，到了地方把帆降下来就 lower。 hoist 是升上去， lower 是降下来，就升起了帆和降下风帆可以用它。还有一个咱们三册讲的 set sail， 就设置好了帆，什么意思呢？叫扬帆远航，就起航的意思，把帆设置好了要起航了，所以起航叫 set sail， 这是三册就讲过的一个固定的搭配。比方说看例子， The following week the Queen Elizabeth set sail for New York。 那么转一个周，下一周，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号这个船起航赴纽约。 set sail 后面加 for 是赴某个地方，三册讲过，直接个目的地的话介词不加 to 加 for， 就类似中文中赴那个字嘛，走加个萝卜的卜，赴纽约。这扬帆，这个张帆就是起航了 set sail， 我们可以跟 for 搭配。还有一个就是满帆状态叫 in full sail。 你比如说看例子， Mrs. Halley moved away like a ship in full sail。 这 Halley 夫人呢就是像一个满帆的船一样走开了，就速度特别快呗。in full sail 相当于 with all its sails spread， 整个的帆都张开了，满帆状态，说明 Halley 这个妇人非常迅速的离开了，就像鼓满帆的一个船，速度非常快。 in full sail 叫满帆的这个状态，这是 sail 做当名词常见几个搭配。好，我们下面再看看这句话句末这个 catch the wind。 这 catch wind 不是抓住风，咱们说就兜住风了，对吧？这个扬开了它所有的风帆在兜住风，就把风给逮住了呗，叫 catch the wind， 兜住风。咱们看一些例子，那你比方说The sails are torn, they won't catch the wind. 这个帆呢破了，他们现在兜不住风了，
这个 torn 就是被撕破了，一个大口子兜不住风了。再比如说，这是个谚语啊 ，You cannot catch the wind in the net， 用网是根本兜不住风的，网里就网眼儿嘛，这兜不住风，网兜不住风，你把这东西工具用错了啊。好，这个整个句子看懂了，就是从Skepsborn 这个地方和周围的岛上，人们在观看这个美丽的这么一个东西，开始扬开了它的风帆，兜住风，整个呼啦啦啦啦，这个旌旗招展这个样子。那后面进一步来描述这个船造着可不容易啊。咱们看这个第三段的这个第三句话，我们说 ，They had labored for 3 years to produce this floating work of art.She was more richly carved and ornamented than any previous ship. 他们这个辛勤工作了大概3年左右。Labor 表示工作，努力在工作。For 3 years 是时间状语了。然后这个 to produce floating work of art 是目的状语了。辛勤工作目的是干嘛呢？来制造出来这个漂浮在水上的这件艺术品。这个 work of art 表示艺术品，本来表示什么绘画呀、雕塑这个东西，那派生也能指非常优美的杰作艺术品。那然后分号引出并列句，分号表示两个句并列，它怎么样呢？它这个非常非常繁杂而美丽的被雕刻并且和装饰，比以往任何一个船装饰的都漂亮和复杂。那这个 richly 经常可以修饰什么雕塑啊、什么刺绣啊等等等等，繁琐而美丽的就是雕刻的非常复杂然非常漂亮的，这个比以往任何一艘船都美丽都漂亮，一件艺术品。那这个 than any previous ship 是一个比较状语，这个是没错的啊。好，这里边来看一些细节。首先看这个 labor 本来呢做名词叫劳动力，大家知道，做动词就是辛勤工作。labor， 那么英式拼写是 our， 美式是 or， 英式读发音变成 labor， 美国就 labor， 就 to work hard， 工作努力的意思。比如说 ，5 generations of his family have labored as fishermen。就是他们一家的5代人呢都作为一个渔民来辛勤工作，就非常努力的在敬业的在工作，这是这个意思。再比如说 3 hours after the explosion, rescue teams were still laboring to free those trapped. 就在爆炸以后的3个小时，这些营救的队伍依然在努力的想把那些被困住的人把他救出来放出来。这个 trap 咱们讲过，表示被困住这个意思。labor 表示努力。本文中他们努力，就是他们指那些造船工人，瑞典人了，大概3年左右来制造出一个这个漂浮的这个艺术品。work of art 就是这个艺术品。work of art 本意是什么呢？ work of art 本意就是什么绘画呀或雕塑等等等等，这是艺术作品。但是这个我们看例子 ，a number of priceless works of art。were stolen from the gallery. Gallery 是画廊艺术馆了。在艺术馆画廊里边有一些价值连城的无价的一些艺术品被偷走了。Priceless 就是价格无法估量了，非常非常昂贵的艺术品被偷走了。这是绘画和雕塑。但是本文中呢船并不是这种绘画雕塑吗？船是打仗用的，它是一个比喻。所以 work of art 还有第二个意思，表示 something that is attractiveAnd skillfully made， 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并且非常高超的技术制造出来的，这个这样的东西，我们中文中也可以叫工艺品、艺术品。简直性艺术品呢，其实并不是绘画和雕塑。本文中船也是，因为雕刻的非常复杂，简直是一件艺术品。那再比如说 ，The bride's dress was a work of art， 这个新娘子她的这条裙子啊，是一件艺术品，这并不是一幅画。也不是个雕塑，但由于呢确实非常的有吸引力，并且被高超的技艺所制造出来的，也能叫工艺品、艺术品。那他们花了3年多时间来制造这个漂浮的艺术品。然后呢 ，She was more richly carved and ornamented. Ornament 是装饰的意思。这个 richly 什么叫 richly？ 咱们看看这个例子，看看这个含义啊。Richly， if something is richly decorated， it is decorated a lot in a way that is beautiful。如果一个东西被 richly 来装饰，这个方式来装饰，它被大量的装饰，并且是美丽的方式来大量的装饰，就非常复杂的装饰，然后非常漂亮，这就是 richly， 有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a richly carved ceiling， 一个这个被雕刻的非常这个复杂而美丽的
一个天花板，上面天花板的雕刻着很多一些这个什么图案呢，复杂而美丽，就是 richly。 啊，再比如说 A table richly ornamented with carvings， 这么一个桌子啊，就被非常复杂的装饰上一些这刻的花纹，比如雕刻的牡丹花啊，雕刻的各种文字啊，哎，被复杂而且美丽的装饰的，叫 richly 啊 ornamented。 carvings 就是 carving， 表示雕刻上的东西啊。再比如说 A cloak richly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read。 cloak 是斗篷，这一个斗篷为什么呢，就是被非常复杂的这个刺绣上了一些金线的这个斗篷，比如金线什么绣上了什么龙啊凤啊一些牡丹花啊，这个 embroider 就是刺绣的意思，被非常复杂而且美丽的刺绣也用这个 richly， 就装饰什么刺绣等等等等，非常多而且非常美丽，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轮船，这瓦萨号，它这个雕刻和这个装饰的复杂美丽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艘船，就非常非常美丽壮观，不但很漂亮而且非常美丽壮观。后面究竟怎么一个美丽壮观法呢？为了更加形象，在第四句话作者给出了更细节的描述，咱们接着看第四句，看屏幕。 The high stern castle was a riot of carved gods, demons, knights, kings, warriors, mermaids, cherubs, and zoomorphic animal shapes ablaze with red and gold and blue, symbols of courage, power, and cruelty were portrayed to stir the imaginations of the superstitious sailors of the day. 这描述有多么这个漂亮啊！这个高高的 stern castle， stern 是船尾了，这个 castle 本来就城堡城池，船尾的城堡就船楼了，大帆船在船尾有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结构，像一个城堡一样，就高高的船楼了。高高的船楼上是什么呢？都是有大量的充满了那些雕刻的这些东西。这个 be a riot 表示充满了充斥的这同一类型的不同的东西，这个一会儿咱们会讲 be a riot 本来就暴动暴乱，这很纷乱的情况嘛，所以只充满了某个东西，用 a riot 好理解，咱们一会儿会讲这搭配。那充满了充斥什么呢？被雕刻好的一些神呢， demons 就恶魔了， knight 就是一些什么骑士啊，还有国王啊，还有武士啊，还有 mermaid 就是美人鱼啊， cherry 小天使啊，都是到处是雕刻的这个东西，就是来进一步印证上一句话那个就是 richly ornamented， 这个 ornamented 就被是纷繁复杂的来装饰的嘛，并且 and zoomorphic animal shapes， 并且那个动物形状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呢？明艳着非常明艳的被配上了红色、金色和蓝色的一些动物的形状。Ablaze with red and gold and blue symbols of courage, power and cruelty， 整个黄颜色的是后置定语来修饰前面那个 zoomorphic animal shapes， 就是动物的形状，就是这个 ablaze with 表示非常鲜艳的非常明艳的， ablaze 本来表示熊熊燃烧的意思，派上表示充满了鲜艳的色彩，充斥的都被涂上了红色、金色和蓝色。后面那个 symbols of courage, power and cruelty可以看到前面那个 red and gold and blue 它的同位语啊，红色、金色和蓝色是什么呢？ symbols of 表示是什么什么的象征，象征着这个勇气啊、力量和残忍。这个然后呢，主语还是这个 shapes 嘛，然后 were portrayed， 但 were 是指的这个动物形状嘛，被绘画出来，被画出来了，来激起当时那个时代比较迷信的这个水手的想象力。整个说明这个船呢是非常非常复杂、非常漂亮、非常鲜艳，指这个东西。这里边有些小的一些习语搭配，咱们可以看一看。首先 be a riot of， 什么叫 be a riot of something 呢？这是一个 formal， 就是正式的一个书面语了。 be full of a collection of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the same thing， 充满着充斥的，充满了充斥的同一类东西的不同类型的都东西都混到一块儿。那么什么叫同一类型又是不同类别的呢？比如说这里都是颜色，颜色里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不同的颜色，但都属于颜色啊。或者这里面到处都是雕塑，但雕塑的有什么天使啊，有美人鱼啊，这雕塑东西是不一样的，但都属于雕塑，是充满了同一类型东西的不同的种类，都被这个都放在一块儿，就充满了充斥的。我们看例子呗。The garden was a riot of color，
这个花园子里面可以说五颜六色，精香的这个争奇斗艳，有各种颜色，都是颜色充满了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的鲜花和绿色的叶子，对吧？是颜色的一个大杂烩，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再比如说 ，The market was a riot of unfamiliar sounds and smells。这个市场上充斥着我们不熟悉的那些声音，还有各种气味，充斥的这个某个东西 be a riot of， 本文中充斥的各种各样的雕塑品是这个。那什么雕的有什么什么神呐、恶魔呀、什么骑士啊、武士啊、什么美人鱼啊、小天使，并且呢还有动物的形状。动物形状是什么颜色呢？都是鲜艳的红、金和蓝色。这个 ablaze， 我们说 ablaze 一般可以当表语形容词来用，它一般不做前置定语，一般可以当表语来用啊。什么意思呢？它是第一个词表示 burning strongly with a lot of flames， 熊熊燃烧的。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24课讲过，如果把前面的字母 A 去掉 ，blaze b l a z e 本身就是名词，表示熊熊燃烧的大火。在前面再加 A 呢 ，ablaze 变成形容词了，就熊熊燃烧的就好了。你比如说 ，within minutes the whole house was ablaze， 哎，几分钟之内，整个房子就处在一片火海之中，熊熊燃烧。这是 ablaze。那本文中呢是第二个意思 ，ablaze 第二个意思表示 very bright or colorful， 光鲜的，这个明艳的，非常亮，而且非常五颜六色鲜艳的这种感觉 ，ablaze 跟着火一样，就明艳的有这感觉。而经常后面可以加 with， 加 with， 比如说 ，her yard was ablaze with summer flowers， 她的这个院子里边。就是到处充满了鲜艳的夏天的花朵，就是五颜六色的花朵，非常明艳，像整个是着火的一样的红色的黄色的这个花都这配在里面，就鲜艳的明艳的啊。再比如说 ，The trees were ablaze with the colors of autumn， 这些树上都是非常鲜艳的，充满了秋天的颜色，就是红叶和黄叶就像红黄的火苗子在燃烧一样，对，这明艳的鲜艳的。本文中呢是动物形状的这些这个的东西都是像着火一样吧，充满了这个红色的、金色的和蓝色的颜色。而红色、金色、蓝色是什么呢？是勇气、力量和残忍的象征。这个 symbol of 是什么什么的象征，是什么的标志？注意 symbol 象征标志后面介词搭配跟 of 搭配，咱们可以背起来，就 symbol of something 什么什么的标志，什么什么的象征。看几个例子 ，the dove。It's a symbol of peace. 鸽子是和平的标志或者象征。这个 dove 我们说了，和平的标志就 dove。如果只是动物性的鸽子，一般叫 pigeon。但 dove 就德芙巧克力嘛，是和平的标志，叫 dove 鸽子。The lion is the symbol of courage. 狮子是勇气的象征。但是亚洲这边狮子少，老虎多。我们说猛虎，但欧洲人说猛狮嘛，那个地方狮子多啊。还有呢？The cross is the symbol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叫基督教，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或者基督教的标志。The symbol 是什么什么的标志？就是这个红色、金色和蓝色是我们的这个勇气、这个权力和力量和残忍的象征啊。我 portrayed 就是那个动物形状被绘画出来了。Portray 就是描绘、绘画，可以用画或者文字来刻画描绘。咱们看看英文解释啊，什么叫 portray 呢 ？To show something or somebody or something in a picture, to describe somebody or something in a piece of writing， 就是用一幅画或者用一篇文字来描绘、来描述，就用绘画或者文字来描述都行。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ortray， 用画或者文字来描绘。本文中是用画来描绘的，来，比如说 ，the painting portrays。The Duke's third wife， 这幅绘画描绘的是这个公爵第三个妻子。这个 Duke 表示公侯伯子男的一个公爵啊，这是用绘画来描绘。再比如说 ，His war poetry vividly portrays life in the trenches， 他的这个战争的这篇诗歌非常生动的描绘了在战壕里的生活。Trench 表示挖的壕沟、战壕啊，这是用文字来描绘。总之，用图画或文字描绘叫 portray。本文中是用绘画来描绘，这个被画出来来干嘛呢 ？To stir， 咱们24课讲过 ，stir 本来就搅拌的意思，像 stir the coffee with a spoon，
用一个勺来搅拌这咖啡，就搅拌，怕也是激荡起情绪嘛，激荡起了这个当时比较迷信的这个水手的这个想象力。这个 superstitious 在十八课讲过，名词叫 superstition， 迷信 ，superstition 就迷信的。Of the day， 寂寞那个 the day 不是那一天，而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比较迷信的水手的想象力。水手比较迷信，咱们十八课就讲过，当时不迷信海豚有救人的动机吗？什么？我们在二十三课还讲过，水手迷信不能打死信天翁，否则会这个是个很不吉利的兆头。这是当时比较迷信的水手，咱们有了背景了。好，第三段跟老师就看到这里。